个布有点薄，汗透了。没加绒喷布。让我拍一下界面。他因为用的是我们的刀啊，所以有点剪不钝，就导致口罩很皱。基本上你看，其实咱们看这个汗点啊、封边啊，这些都没什么问题。耳带偶尔因为这个布问题，你看基本上都是因为汗透了，其他的耳带什么汗偏啊不存在这种问题。你看